好，把这个加完应该就可以了。这样总共就增加30%嘞，很多。只是啊，狗狗到底在哪里？狗真的不见了，狗是回家了吗？但我不想走那么远，算了。来，接下来是档案大厅多个出口。Oh no， 要战斗！你是谁？是死神。死神的攻击模式还蛮单调的，嫩。但我打得很慢啊。啊，好烂哦，这个废物，好烂。还是我的攻击力增加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战后43天，实验进行一切顺利。他能力所展现的潜力，他该不会是那个小朋友吧？先把翡翠药剂用在孩子身上，他的能力必须受到抑制，这个配方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可怕的 Crimson 之力啊！所以他算是我的，该不是我的妹妹之类的吧？我会通过这些后代侵蚀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干扰。好像听到一些可怕的讯息，然后有隐藏的怪，这里看起来有点像哦，看起来像开关哦，要照一定的顺序才会打开。但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讯息，所以我们先往上走。哦，不会吧，讯息该不会在这边书本里面吧？好麻烦哦。所以他说一开始要用翡翠之力嘛，4次，橙色的太阳，所以是绿黄这样之类的吗？有那么简单吗？哦去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如果是单纯照顺序就好了啦。然后这边有个钥匙，好多门哦。没用。有人拿出了蓝色、绿、黄、蓝。好，姑且先记一下这个顺序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该不会才是大魔王吧？待了2天，所以不对哦。紫是2，再让我重看一次。紫是2，蓝呢？蓝有血吗？紫是2，蓝是3，这是什么紫蓝？来看一下第一项，什么紫蓝？仙嘛，所以绿紫蓝，这样应该是没错的。绿、紫、蓝，然后太阳，游戏。呀！我面对好远。通过之后啊，好歹也帮我快速的闯回去嘛，我还要这样子走回去，真的很不贴心呢。然后接下来是有个狗骨头，巨塔的内部，白色巨塔。人家叫我走左边，但我要走，我走右边。右边感觉回去路，算了，走左边好了。然后马上就要善用这个钩爪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上级拿到的。不是，好怪哦。那走右边好了，果然有点路。然后一样要来注意一下我们的红花。攻击力有上升，真的是感觉不大一样。但我这里要怎么走啊？哦，是钩爪。
我喜欢这种设计，上抛真的很强。有，然后有只狗狗被关起来了，可怜的狗狗，不要。 真正你可爱，不是要用你饶咬我。钩爪，钩爪这只我其实不大会打，我来想一下，我们来用一下剑好了。剑好久没用了，剑的上抛是怎么样啊？哦哦，你到奇怪的地方了。Yes。 下次的攻击也变强了，然后这里好像不能上炮，感觉有点危险。五次好了。啊，攻击力上升真的感觉不大一样，好舒服哦。但就结论而言呢，剑好像也还好，果然还是全套吗？ 这样才能刚，没有，想多了，说出来就要黄标了呢。啊，这高打，这只的钱比较多，它有发光。只是要玩这个游戏，其实会有个坏习惯，就是你会很想滚来滚去。 对看的人来说，你得想说怎么一直在蠕动。先走左边，应该是拿钱而已。哦去，哦去，他的跳跃力没有我想象中高啊，感觉跳得过去。再试一次哦，跳另外一边，嗯，汤。 然后你没有发光，所以是垃圾。但是啊，越玩这个游戏，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好精致哦。地图设计的很好，音乐也不错哦，攻击的模组也很多。真心觉得不错哦，应该这样讲啦。近期感觉啊，很少这种地图设计的很精致的游戏了。 大部分都是一张地图，然后给你重复的玩，就完全就 roguelike 的要素。好玩是好玩啊，但感觉还是有不大一样的地方。哎，我要不要跳下去一次？不要好了，<笑>这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，也没有红花，我也不大相信他会把那个秘密藏在下面，藏在下面都很贱，不行，我不能接受。 哦，他也写一个惊叹号哎！哦，这里有红花，下面一定是有红花，这里吗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 这里吗？等一下，先把它打碎。这里吗？还是我都搞错了？啊嘞？那我先往上走好了，也许上面才是正解，也说不定。 但感觉就不是，这里感觉正规路哎。啊嘞？还是我要往右走啊？哦，就这样子哦。搞什么？不是说好有秘密通道吗？这里秘密都称不上。什么啊？白话这些血，就只是被骗而已。 好，各打掉吧。
OK，OK，哎呦 my god！ 啊，不过走到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好了。左边的东西回收一下。哦，这里也有哦。把这边打掉的用意是，嗯，该不会是多个出口的其中之一？这个就先不要打了。又有狗狗，再打一次好了。我喜欢狗狗，啊，哇，死了！还是先确保自己的血量再打吧。你也是啊，垃圾，垃圾哥布林。OK。然后 Crimson 这里也拿下。该不会小 boss 吧？哦，马上出来了呢。这好像是法师哎，他也可以抛空中，但空中不大好打，好痛哦。糟糕，不是很好打呢。硬打好了，抛空，游戏。果然还是要来硬的，软的怎么打呢？刚好没有招手就死了。啊，是要拿下来的。哇，走到这边真的有魔王城的感觉了，应该在不到几集就很正式结束了也说不定。狗都没有什么出现，跟这游戏的主旨完全不一样。游戏的主旨也没有说有狗啊，他只说有狗跟你战斗，但没有说狗会常驻啊。真的没有什么好走的，都是一些讨厌的怪。啊，可恶！又要钥匙。像这种钥匙啊，通常都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一定要打敌人。你看我技能的连发。Crimson 这里就是不一样。发光狗狗，我打我打，从你身上掏点钱。发光狗狗。在看到这种狗特别兴奋，我要赚钱啊，兄弟！啊，结束了，这张地图也很快。啊，有两个地方哎，等一下，要钥匙才能进去，应该没错吧？这是要钥匙吧？好烦哦，全套麻烦的就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鞋太危险了，先把剑的杀了。游戏，哦，这是一张完整的地图吗？我以为只是对话的地方哎，但也有门。哦，是实验室呢。啊，还要打你们？
麻烦，但是发光的，多拿些钱。这些感觉都可以打开耶，全部打开好了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好像有点可怕哦。管他的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我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 啊，我没有补血的，这样有点危险。想想还是很危险。还要换一下能力，有电。不要再导电了。好了，算是赚了蛮多钱的，原谅你们。后面的机器都破了。嗯。 所以这张地图是，还有更高层，左边的钥匙也还不知道是什么，暗影法师。Oh my god， 小 boss， 而且这个地形有点危险，我看不到，好像走不过去了，好像不行哎，范围有点小。 然后还要适时的滚动，哇哦，嫩，还是我们魔法打他，四个，真会生，哦，不行啦，真的会掉下去。 还是我要换武器，换剑也打不到啊，很浪斧头，斧头也没有比较好啊。那还是拳套好了，不然我快死了。敌人站的位置有点讨厌呢。好痛哦！这招怎么打啊？好难，这个有点太难了。我先回到地图一次，原因是我要先回去把两剑激化掉，这个过程很重要啊。啊，又有那个了，1000块。 真的快没了，虽然说有很多东西都没拿到。好，来看一下吧。我觉得目前这下面的都还不用用，重点是想要升一下治疗水晶这一块。嗯，然后接下来是产量嘛，好，这样也可以。 水晶多一的话，代表我可以多补2滴血，终究是好事啊！拼了！没有攻击范围更长的武器了吗？我真的很好奇，这怎么这样打哦？ 但打好寂寞，不过应该这样讲吗？野人不愧是法师，血好像没有那么多。又是四只，呀，要死了！你看又打不到。 一点就很贱啊！啊，又是这个模式，好麻烦，死前麻烦。
然后等一下我再来放大招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放，快下来快下来，这很有限的。可恶，要死了，好难哦，好难，换一下剑好了。哦，终于赢了，时间花好多，真的意外的难打哎，但钱也好多。儿子，我看好你，你什么？哎，你现在要是回到那个地方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够教给你不少技能。好了，之后就到城塞之地吧，德克斯在那边。泰坦找回四个神兽之灵，就会解放自我，尽情奔跑了。啊，那我们就一样回去吧。听妈妈的话，妈妈的话没错。来，加个能力。但能力的部分还有什么好加的啊？顶多就这边吧，水晶球。上面，我觉得上面呢、分三个法系有点讨厌。然后这边是加血量吗？治疗水晶球。那我们来加左边，左边还不知道有什么哎。哦，能力加一哦。好吧，先解这个。然后上面是谁都加一的时间按圈，可以滚动。然后充能条加一，这个蛮有趣的哎。加好了，加白不加？蛮死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边是什么？城塞之地。城塞之地这边有德克斯，德克斯他有点生气耶，坏耶。德克斯你怎么了？哦，把酒。什么？是什么游戏？哦，游戏不大对耶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好像在某些地方看过类似的。德克斯怎么那么帅？帅帅，但有点难操作。哎，对啊，你受伤的话是主人要命哎，主人会赔命的啊。你最好努力一点，不行，一代。但这一关好有趣哦。哦，快哦，快哦，快快！看你眼睛都花了，终于要到了吗？城堡 ，Oh my god， 还有，还只是请功而已 ，Unbelievable！ 德克斯好歹再出来一下嘛！哎，你耶，所以事情最后成了这样子，我帮助了你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知道我斗不过他，我这个状态肯定不行，他竟然就这样抛弃我了。他竟然一直把我蒙在鼓里。是啊，我和你战斗的时候呢，能够感受到某种东西。我不喜欢这个东西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即将发生的事情无怨无悔了，甚至帮你解决了他的卫兵 Benkeki。别担心，等到你不行的时候呢，我就能够完全恢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
黑帝斯的感觉。他叫奇洛克，最后竟然是这样子啊！我到处找那个小子，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瞧你这副样子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弱了不禁风。你妈给了你一头令人憎恶的铜头发，你爸给了你那个瘦弱的人脸的躯壳。你和那个弱者厮杀，玷污了我们的血统。哦，该不会我爸是他的兄弟吧？我连看你都不忍多看两眼，你真的以为打得过我吗？当然啊，我是霍界使徒奇洛克，我可是人类行手，当年大战的胜者，即将还会成为桑罗桑蒂卡的毁灭者。区区小子，你赢不了我。现在你已经没有妈可以绑你了，我妈妈在身旁的，你不懂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天哪！他招出两个哎，小 boss 哎，太贱了吧！但很烂。Oh my god， 好多 boss 哦。但要说到很强，好像也还好。哦，来了，解放！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先不要想那么多，打就对了。但我死了，不行，还是不能死。好刺，好刺，好刺！他也可以上跑欸，但我损想损太快了，但有点危险。冰的新 K。来喽来喽。下。天哪，你身为一个王者这么烂可以吗？但我不想死，都走到这里了，还是希望能够努力一点。啊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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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啊啦嘛，一定有第二阶的啊！没空再跟你玩闹了，霍界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能量笼罩整片土地，都回到我身上了。我不用再和你这个小子纠结了，这座墓拖累了我，时间到了，我要摧毁整个地方，我把你带走。哦去，他已经不是人了，他把我抓走了，我的狗儿呢？哇！无论你这么努力，对不起，我此时此刻不能陪在你身旁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很多很多事情啊，我要是之前能够告诉你就好了。他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限，我尽我自己所能，尽力一直维持赠予你无限的无限。这是我最后的精力，妈，不要走，不用担心。我在这片土地的遗愿呢，就是帮你斩除那个邪恶，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。无林，现在该你出手了。维系着最后的 Crimson 能量，守护在你身旁，彻底消灭整个邪恶的存在。哇哦，好酷哦，蛮帅的耶，而且没有想到最后可以玩 Crimson 之力，疯狂的玩，但敌人也很硬，不愧是最后的男人。但好像也没有很强，我觉得我把他的攻击模式掌握清楚的话，大概也不会受伤了。哦去，好痛，这样你打得到我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一直受伤。欸，那什么东西，那是狗吗？那是狗儿呢。哎呦，掉下来了。然后那是枪的攻击，
那个还是闪不掉，我觉得我这一招会死一次。又嘿，又嘿。狗啊，多冲一下啦！你这样不行啊，我要死了、啊。闪，屌，这个死法对吗？妈妈，再来一次，你的精力还没完吧？有戏，这时候闪掉哦。然后这边要多打一下，再闪，比较不会受到伤害。闪掉，一个闪掉闪掉的形式，可以不再来了吗？哎，不行这样子吧。大家一起打，打爆他！又是枪，枪我真的是一碰到就紧张。闪！这是简单的。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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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！这个时候一起战斗的时候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 ，ouch， 不行！闪啊，没闪到，本来以为可以用滚动的。闪，没有闪到就接下去了，但真的该死了，去死吧！怎么这么毛？这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。啊，结束了！说快也快，说不快也不快。我本来以为啊，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可以使用到狗狗，没有，被骗了。这个到第六集吧，才终于第一次玩到啊。啊，不过狗好可爱哦，这狗啊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哎。没有这只狗，没有这只守护兽，这游戏
还能玩吗？不是啦，可以玩，很有趣。你看，光武器就有三种可以选择，能力有四种，然后天赋的系统。但天赋的系统啊，也是一个很耗时间、耗钱的一个地方啊。能够全部解开的话，应该也是另外好玩的吧？啊，那这款游戏就在这边告个段落。虽然说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收集到，但这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玩好了。我这样收集起来有多少啊？隐藏要素这样加一加哦，应该有收集个70%吧。我觉得应该有。然后剩下的30收一收，大概就可以把天赋系统全部打开了。还是老话一句啊，我真的很讨厌用斧头。不管什么游戏啊，用斧头就是用得很辛苦。剑还好，不过拳套啊，这样玩起来觉得是最有趣的。到最后好像也一直用拳套欸。不过我觉得比较瞎的这一款游戏的一个地方，大概就是妈妈了吧。没有想到妈妈是本来就是神，还是死了之后成神啊。最后给我无尽的力量，这样我会觉得啊，那我一开始把那个天赋加怎么延长时间，不是没有什么用吗？搞什么？被妈妈骗了。不过妈妈还是帮我很多忙啦。好 ，Lin， Sum of Treason， 就在这边告个段落。感谢大家喜欢这个系列，我也玩得很开心。那么就这样子喽，我们下个系列见。拜拜。